是胖虎姐姐，我是牛奶哥哥，我是彤彤姐姐，欢迎来到猫猫欢乐谷。谁那么爱撒娇？喵喵叫，要我抱抱。谁又轻手轻脚，跳上围墙，爬好高。谁会自己洗澡，舔舔手脚，礼仪礼貌。身体柔软又灵巧，最爱追着老鼠跑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我最爱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今天吃一吃好饱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爱干净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打个哈欠又睡着。点点，是谁不公平了？三娃爷爷，我说我妈妈了，她都对我不好。啊，你妈妈对你不好？怎么会呢？你听听看嘛，我妈妈都偏心，每次都帮妹妹买礼物，都没有帮我买。上次买蝴蝶结，这一次买裙子，妹妹都可以一直收到礼物。我都没有，哼！点点，我相信你妈妈也是很爱你的。哦，你想想啊，以前妹妹是不是都穿你穿过的裙子，用你用过的蝴蝶结呢？对，那些裙子我穿不下了，所以就给妹妹穿。那些蝴蝶结我现在不喜欢了，所以才给妹妹。对嘛，所以妹妹都是用你用过的东西啊。说不定妹妹也想要有新的裙子可以穿呢。啊，对，我也喜欢穿新衣服，不喜欢旧的。你们都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都很爱你们的，并没有偏心啊。点点是姐姐，要多疼爱妹妹才对啊。我以为是妈妈偏心不爱我了。
青青大地结伴放牛羊，遍地野花春天来临吐清香，快快上路追寻我们的希望，我要大声为你歌唱。当啷哟当啷哟彩虹的身旁，我要大声为你歌唱。小蜜，哦，一看见这条长长的动物就知道它是蛇了。你们猜对了吗？猜猜看，蛇怎么追猎物？想想看，蛇常做什么动作？蛇是以嗅觉器官来追踪猎物。蛇的嗅觉器官在舌头上，所以会一直吐舌头。蛇类有蜕皮的习性，就是换皮啦。蛇蜕皮会躲起来不吃东西，旧皮会从嘴开始撑开哦。蜕皮可去除寄生虫，也可让蛇成长。蛇类是不是很特别呢？爸爸妈妈的宝贝，当然全部都爱咯，不会对谁偏心。远天也很爱我的家人哦。某某欢乐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